亲爱的台湾人，我住在台湾半辈子，虽然你看到这个脸你就觉得我是美国人，但是说不定我比你还在意台湾。那是为什么？我看到中国国际上打压台湾，不断的威胁台湾，想要洗台湾人的脑，我不爽。看到公狗就是小粉红，每天汪汪叫，战场哭哭。你以为我喜欢每天都面对脑残的小粉红吗？不喜欢啦，但是更不喜欢看到台湾被欺负啦。那是为什么？最近常常拍小粉红的影片。说到这个济南的评语，我们要看看小粉红的逻辑跟中文程度。谢谢小粉红，娱乐大家。搞不懂，你清楚知道你搞不懂，赞，我同意，了解自己的弱点很重要。但是我建议，如果你说你搞不懂，后面可以说你搞不懂什么。玻璃心据点。玻璃心的玻好像不是那个玻啦，对不对？你中文母语被一个他妈的外国人纠正，会不会很尴尬？不会，因为中国人不要脸。我知道，据点又来。玻璃心不是卷句吧？玻璃心什么？你玻璃心吗？你就是，因为你是小粉空。说你自己吧。说我自己什么？是跟我自己说话吗？自言自语吗？又是一个句点。我知道你中文是地狱课教的，但是你也非常对不起你的地狱课老师。看什么都不对。我很好奇，为什么你们小粉红把繁体字想要假装是台湾人？你们明明把繁体字跟简体字搞不清楚，假装没有问题，但是假装被发现很尴尬，很丢脸。我知道你们没有什么脸可以丢，但是从外面看我会心痛，没有办法跟尴尬。台湾人棒，我同意。又是个句点。共产党不喜欢符号吗？学校不会教吗？但你不代表全部台湾人。我怎么会代表全部的台湾人？废话，如果万每个人和你一样。万是谁？台湾人的意思吗？中文拜托，还是一个句点。这样怎么看下去？自己能把自己玩死了。这个是什么意思？你要自杀吗？想开一点啦，你这是笨，没有什么教养，但是也不用自杀了。又是句点。还需要别人吗？台湾社会如果多是你种人类，还需要别人吗？你会需要别人教你中文，你这种人不是你这种人类，拜托。又是句点。不管哪国人，不是在说台湾人吗？害死别人害死自己在说什么？如果你有妈妈，你想太早了。又是句点。不要他妈的用句点，你知道吗？不会这样，不会怎么样，你要讲清楚一点了，拜托。体育课老师现在要自杀了，拜托，你帮体育课老师的家想啊，他自杀他们会很难过了。神经病一样。又是个句点。 No， 句点不要用句点，拜托。玻璃心不是这样写的。留给你自己吧。留什么东西给我自己？留一杯咖啡给我自己吗？留言给我自己吗？今天小粉红，我骂你们我很乐意，没有问题，但是看这样的讯息很辛苦了。还有人敢说我中文程度吗？我中文跟你们比较是完美的。谢谢给我成就感。亲爱的台湾人，日常生活很忙，但是你想要骂小粉红吗？没要紧了，阿豆阿帮你，我们一起加油。 Damn I love 台湾，明天见。对啊，我就问为什么还不订阅呢？阿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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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